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嫂。好，今天非常开心，有公司邀请我们去试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《独步天下》。独步天下是一个网页游戏，就是说不用下载直接玩的游戏，非常棒的游戏。大家看到画面就是我史莱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我。那旁边那个就是我史嫂，也可以操控一下史嫂。对对对。这边我有两个人，写三个账号，还有一个账号喜金刚，是我朋友帮我开的一个名字，超智障喜金刚，什么金刚啊？对，其实这三个什么特别呢？就是今天我要试玩一下这个游戏。其实这三个角色分别代表三个职业，哦，三个职业吗？其实一般游戏职业的分别不会很大，但是这个游戏的职业分别非常非常大。我们这现在可以试玩一下。对，这边可以进入副本，哦，副本，打副本呢，进入吧，对，好吧，有机动寻怪系统，但是我不要，好方便哦，自动寻怪，我不要，我认真玩这个游戏，你看点点点点，好像打鲁奥鲁一样在 点，你走了好远哦，没有鲁奥鲁是这样点点点点，我看这样其他的时候不会玩鲁奥鲁，但是其他人玩的时候点点点点点不就干嘛，随便啦哈。啊，看一下敌人有没有？哎，前面有一个刺客。对，红色的那个就是我们打的敌人，我冲过去按一下他就可以打他，有没有？进入战斗画面，因为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关卡，所以会下载比较慢。好了，你看见我还是隐形的。对，你看见好像是自动战斗，有没有？取消自动，我要自打，我自打。其实下面有五个技能都是我自己搭配上去的，然后这可以释放不同的技能。看一下，暴雨梨花，好帅哦！刚才绿色有点帅，他的特效很帅。我的三件事都是打全体的，都是打多体的，然后第五个是回血啊，回血不用硬死啊，太厉害，很快就死掉了，太厉害了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个地图不会有什么保障啊，其实机动行路的哈，但还是要按一下啊，感觉操控感多一点。哎，统领，好吧，先做一个全体。我这个职业的特色是我右边的是魔，我的魔呢一开始就是满的状态，所以可以一开始就放很多技能。对，其他不一样哦，待会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一样。啊，看意思，我的那个队友很给力，超给力的，超级给力的。啊，我才不会开什么寻怪系统，不会。哎，这是王，这应该是王，感觉很厉害。对，就用一下。很多。年纪吗？年纪吗？年纪大很多，没错。其实我你也不小啦。这样子，我还是很小。我看我右边的那个魔力，会下降的话，其实可以用第二技能回复。我没有一些第二技能，它会加五点这样子。哦，哎，难怪绿色都好多。啊，它进化了有没有？它变强了。它怎么会好像？黑色是因为还没下载到那个图片，对不起。我现在网速不给力啊，啊，连秒了，对不起。他还没杀掉，他的皮肤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你已经死了啦。没办法，这边网速太不给力。大陆的网速大家知道哈。回城啊，得到很多经验，得到五云。五魂。魂啊，对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只会读云字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。搞错了。对，这边帮你做翻译的。我不觉得是，这个是我的五官吧？这个是我的一个队员。不然的话就可以自己去招不同的地方去招，然后我你们看到很厉害，七星的，全是七星。七星你自己呢？七星，我自己也是七星的。哦，那好吧。星好，刚刚星到七星，刚好。对，有白虎王子。还想说你弱爆。这怎么念？怎么念？赤念仙。对，这个呢？圣姑姑。这个呢？慕容烟。慕容烟。嗯，哎，你怎么会这个字？好厉害。我字啊，我会我。普通超屌了，好不好？这次我都在犹豫说它是什么字。令狐走鬼，我有做功课，有做功课。酒鬼，酒鬼不是走鬼，酒鬼，对，酒鬼，对，谢师王，其实全部都有点熟啊、哦，你懂的，有点熟。其实他有点熟。哎，我是史莱姆，你有没有看见我戴了 Holly 的头？对啊、哦，没有 Holly 比他可爱啦。Holly 的头，他比较凶。然后还有一个线，这是狐狸的头吧？差不多啦。这边可以升圣星，这边可以升级升星，这边可以升级。升级我还升到满了，我的等级不够再升上去。你要升到满吗？已经升到满了，不行，不行的。你看，
我需要在我四十级才可以继续升上去，但是三十七还好还好，你看就差一点点。对，所以第一个职业哦，第一个职业一般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容易使用的，所以推荐新手游玩的话，这个还是可以选择一下。这是属于什么职业啊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叫奇门，你看一下这边有介绍，奇门在这里，奇门，奇门，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帅哥很帅？看到，这个就是我啊。是我，其实三个里面好像最帅是奇门的。对，奇门是用毒的。哇，这个好强哦，看上去。五专吗？对，五专，看他的手很厉害。肌肉男一般都很蠢的，所以我配了个洗金刚。哎，你坐下来了，你们两个都坐下来了。太累了，坐下来了。一直都是你在玩。对不起，玩的你那个吧，好吧。他很贴心啊，他如果是挂机挂久了，或者是挂机状态，他会坐下来，会受念，会受念，有用的，有用的。好吧，然后这边可以点东西啊，点一下看看。哎，有东西可以拧哎，好爽的。体力不够可以拧这个，嗯，好爽的。那挺好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进去副本看一下他的职业有什么分别。其实可以先看的技能树在哪里，这里打开一下，让我看看。书，让我看看。教师，教室，教室。我今天就帮你翻译好了。嗯，你直接说广东话，我说国语就好了。可能太久了，太久没有讲，这阿林走了之后没有再讲，所以我的国语有点退步的感觉。好啦，这边是看那技能书，有点不一样哦，就跟我们那个不一样。对，你看得到。哦，剑法，剑法是打单体的，这个也是啊，待会可以讲一下这个系统跟刚才奇门的系统完全不一样。笑什么？难以剑气，叫随机打两个人。哦，对，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于打单体或者是两三个这样。但是我的那个奇门是打全体比较多。哦，然后这个是打全体。秋风落叶剑。哦，抽风是你是不是？抽风是不秋风吗？啊，不要 cue 他，不要 cue 他，我是说秋风没有说。不小心说出来。杨木剑法，哦，也是厉害的。好吧，我们继续看一下他到底那个系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打以前的旧副本的。我怕新副本会死啊，因为这边等级很明显没那么高。哎，不要追，不要追啊，追不到，有没有？我还没看他的等级什么的，可以先看一下。我现在三十一等，所以那个这个是负号，这个至少没有在努力在玩，所以只有三十一等。你看只有四星，你多弱？对呀，弱爆，弱爆了。你看我的披风啊，那就好啊，男生一般都比较厉害嘛。可是你就躲在后面那边，但是你的剑士啊，你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啊？墨剑，墨剑，墨剑职业，看我有多强。对，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看这右下角已经不是一个能量球喽，它是一个年级数。你年级越大的话，你再释放一些其他技能就会越强啊！秒了，也太强了吧？对，那你厉害哦，那你厉害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先看一下技能那边，这个比较不好解释。你看这两个是会加年级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年级点加二，年级点加二，年级点加一，年级点加一，年级点，对，是年级吗？年级，对，好吧，年级点加一，不太确定。然后这边是把我的年级点清空的，但是哦，就是年级点越高的话，这个技能打上去是越痛，所以是非常厉害，非常痛。所以是我们一般用这个的策略是先把那个年级数给提高，然后再做一个全体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是打王的话，应该用这个。打王后这个就可以直接打单体比较痛。所以这两个是需要把年纪打高，然后再一波爆发打上去。哦，这个对年纪非常好，进去打他。打，这边敌人比较多，所以用第二个难以剑气。啊，只剩下一个敌人就可以用这个。直接。然后哦，秒了。那敌人有点弱哎，待会再可以打一个副本看看，敌人有点弱了，弱爆。好，再看第二技能，当然这个系统它有全自动了，但是我现在示范怎么玩的话就不开自动了。哦，爆破，爆破，爆！它的特效做的蛮不错，在页游来说，蛮精品的一个游戏，我觉得蛮精品的。好吧，再开大绝喽，第五个大绝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岩木剑，哇，秒了，直接他们就超强了，秒了。所以我们的玩法是把那年级数打高，完美击杀，完美通关奖励经验6500，叫我神吧，太厉害了，叫
叫你什么神？神经病有说，对、啊、神经病，叫神经病就对了哈。好啦，你看，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工会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知道哪个是工会吗？爱台湾。对，爱台湾就是工会。哦，如果你有在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快点加入爱台湾哦。但是这游戏上线好像是十几号啊，十六忘了。嗯，还有一段时间。忘记不太好吧？但是我真的忘记。对，现在我是试玩的，所以整服就我们三个人，是这样的感觉。好吧，进去帮派看一下。对。谁是帮派的会长呢？帮主吧，当然是史莱姆，我。所以有幸的话，你可以加我的工会，我给你很多东西。你会给什么？我给你钱。啊，这边可以上香。哎，工会嘛，工会为什么帮派嘛？为什么要上香？又不是给死人的吗？我随便了、啊、哈。这种就比较多帮派的，但是这个比较复杂，我们后面再说。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讲职业的东西。好了，迟早了可以休息一下，好，打打坐。我们来找那个史金刚嘛，史金刚他的名字好难听、啊。那是谁？那个是我同事帮我开了一个账号，他也用我自己的名字啊，史金刚，也是31等。对，史金刚呢，他很明显是一个战士，你看得到，很明显。就是他很武力很厉害。就是比较厚啦，是那个 T 啊，就是那牛血牛，就是顶在最前面，最前面就对了，就像他的。那个生命比较高，然后攻击会低一点点，但是他是那种越战越强，越剑越强，越剑战战士的战吧，战对啊，越战越强吧，你说成剑人的剑，好笑、哦。我是越剑越强，对啊，史莱姆越剑越强，是的，你看他也是戴着后立的头，不可以，为什么你戴后立的头？我要换一下，不可以戴后立的头，后立的头只有史莱姆可以戴。换一下，这边买一下时装好了，买这个啦，是金刚最配这个东西。好，启动图鉴，启动一下，是这里吗？哪里啊？嗯、第二版，这个，点击穿戴。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一点感觉。啊，对，看不到脸的最好了。好吧，你那个越战越强，就去打一下吧，打一下副本。哎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呢，打完可以有东西可以捡，好爽。直接进去了，好吧，就打一下新的副本，我觉得打旧的副本。北山之道，北山之道，来喽！北山之道，来。机动寻怪什么的我不会开，我不会。哎，这里可以领，我先领一下东西。啊，领取修为，不错。修为成。哎，有一个猛士。其实它自动寻怪。哎，来打我！哎呀，没打到。都很近啊，直接就找到了。哎，我在，哎，可以了。这比较厉害，它的那个你看，虽然也是能量球，但是有点不一样哦。这是路，这是正气，是越打越多的这个正气。哦。对，一开始只有15滴，比较少。哎，为什么帮我开自动寻怪啊？不要。需要讲解一下，看一下它的技能书，技能在哪里？这边。技能书讲解。打开5个，这个是我的正气边放我加5，这个也是减狮子吼，其他都是减的。金刚降龙拳，这个是罗汉神拳减的。八项，所以一般这个是一开始比较弱一点，比较慢，一开始需要不断的开这个，怎么念？伏虎拳，不断的开这个去全他的正气。哦，全够正气就可以放大绝的感觉。我感觉这个是比较难用一点点的，它是适合那种越战越强的感觉，因为其实它被打的时候真气也会长。哦，对，所以是打的时候被打的时候也会，所以越打越厉害，越打越厉害，也是越剑越强。如果没有人打他的话就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他是越剑越强，没错了。这人好惨哦，他喜欢被虐，他是 M 女，他是 M， 他完全是 M 女。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安宁在用这个角色，我叫他用这个。我刚刚也想到安宁，你怎么也想到安宁？因为他是完全是 M 啊，他是 M 的代表。为什么不要我不要开啦？机动行为，这是烧大王哎。烧大王，我可以要他背面偷袭他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哎，偷袭他。白痴哦！我戳他屁股哎！那已经进去了，不让你戳。我没有分别，我开这个。他拿那把刀好厉害哦。偷袭狮子好。哎，厉害！我没有看到把后面那个秒了。看到啊。但是我的正气已经没了。我每杀掉一个人，也会长正气，有感觉。
你看被打涨了，涨了一点点。对，你就站在那里被他打吧。不行，王快被我秒了，你看。红血了，哇，超厉害哎！旁边的人死了啦，超强。感觉都不是你打死的。我队友太厉害吗？对啊。我感觉我队友比我厉害耶。厉害耶，完美击杀，击杀。完美击杀，通关奖励经验6000多哎。还是有点多。其实他这个系统，他这游戏，他的那个战斗力是蛮夸张的。这个是刚开始大概玩了2-3个小时左右吧。你看是31等，但是他的战斗力，看看97142，超夸张。有点太夸张，我觉得。因为一般我以前玩很多这种夜游，好像玩得很后面才是这个数，这个是玩2-3个小时。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大？他的有点夸张，但是这个不是最夸张哦。看一下我主号至大号的那个。对，多少？36万，有没有？超强！我觉得在玩到后面，他前面的数字应该是一排，就是几百万啊，几亿啊，几亿战斗力的上去，太厉害了。对，但是今天我没办法。其实有很多系统我觉得很有趣，想要介绍，但是没办法，后面才慢慢介绍吧。如果这个公开玩的时候，邀请大家加入我的公会，我的棒派，来，我们来一同叫50吧，好不好？约定你哦。要这样吗？约定你喽，约定你喽，你要、哦、你看我的手指多长？我的比你长吧，我的比你长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美少女吗？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喽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Bye. 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就在右下角按个喜欢嘛。不喜欢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按个喜欢。不喜欢也按喜欢吗？好吧，那至少你在下面留个言嘛。有种你就留言，我就回你，我就回你。你说是你回吗？是你说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说好了一起回呢。好啦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哦。订阅最重要。拜拜，拜拜。Bye.